我们应该爱我们的祖国，就是这样的。我的父母叫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祖国。如果你没有国，你自己没有身份，你在国外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出来呢是支持警察和支持香港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一定要支持。同埋香港咁搞到咁亂，香港係我屋企，我唔希望啲人搞亂佢。香港出現今天這樣的一個狀況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。所以我覺得今天我有必要，我們都要站出來發聲，要支持香港，支持祖國，支持香港的警察，就是依法要治暴、治亂。我們都是中國人，我以中國人而驕傲。不管我們在什麼地方，我們都以中國人而驕傲。告訴所有人，我們的中國將來會更加的強大，祖國會越來越好。